111年度的实在安心实在放心餐饮卫生管理分级评核受证典礼4号举行。今年金门有12家的餐饮业者通过评核，县府的主要官员也主持受证仪式，期许在既有的食品安全基础上，相信金门会蒸蒸日上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健康岛屿。明天下午全权带我们去。恭喜你！恭喜你！真的看到他了。那天看到。恭喜！为了提供消费者优质饮食环境，卫生局特别继续的办理餐饮卫生管理分级的评核活动。按照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，针对烹调作业场所的卫生管理、员工个人卫生管理等等，经过严格的评选之后，总共有12家业者通过评核。来金门的游客吃的卫生，吃的安全，吃的安心，我想这个在任何一个推展观光旅游的一个城市，这个是必备基础的一个条件。那这几年卫生局有在推动有关于餐饮管理分级的一个评核，透过这个评核，我们请相关的业者在卫生的条件上打好基础，然后在美食上做好发挥，即使东西再好，东西再亮丽，可是呢，如果没有卫生、食品的安全不足的话，那这些功夫可能都白费了。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在食品的安全。卫生局表示，今年通过评核的业者，优级店家是摩斯汉堡金门民权路、白猫甜点、八分铺、山外店、小径春食、迎春阁餐厅、锅坊肉坊烧肉、晨间厨房、金湖店、出源面厂、金门金陵店。良级店家是全民水果餐、连坤牛肉店，还有 Apple 203。